互喷了哦，吃药 ，AK， 凶，这个应该是起始，还有法拉，哎，很凶。 那个铺位也太大声了吧！没事。一楼进。一楼，一楼进。还有人吗？一楼，哎！早点讲，早点讲。Sorry。手榴弹。从哪里丢的？三楼吗？OK， 我关正门。 我刚才啊，可是还没有。哦，哦，scared。好，我们先上去帮一下哈士奇。哦，又在丢。哎呦喂！哈士奇，你 OK 吗 ？OK。 我靠，这不会是自己的打的吧？哎，不是，死掉了。不是，我妈没上去。肯定死了。好，上面都敌人吧？ 敌人，没有两方交战吗？没有。他们在二楼还是三楼？三楼。好。丢巴拉。哦，他的 ID 也叫 Husky 耶。哪里？<笑>超棒。左边，你刚打右边有人吗？ 没不确定，但是我没有看到的，至少我在上面的时候没有看到的。穿吗？哪尼？打死一，我先 reload。我看，结果我冲过去。sorry， 好，不用了。 右边房间应该是有一个，我不是电车，我在后面。你说便利商店车吗？死了。清空了吗？马格伦车，你看一下后面便利商店车房间有没有躲人？我没有，因为我们刚刚没有看。哦，我看一下。厨房 clear 了。中央楼梯上了吗？阳台门开着。 目前没有找到人，去阳台晃一下。阳台没有。Clear，Clear。阳台没有人。他事情死在哪里啊？死在厨房啊。OK。厨房。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露头，但是被他从那个厨房爆头。你杀死的敌人都在三楼吗？都在三楼啊。OK。 我拉一下 scaff。哎，闪光哦。闪光在我这里。 什么？丢你还是？丢我！ Scape 丢我！哦，死了死了！拉装。诶，这个是我杀的吧？对啊，我在看，我在摸经验。OK， 他是其实那个，哦，一个重重，一个轻重。他是直接倒在地上那个。他是捡兵器。有人架枪吗？ 我有，我在架那个。你没看到他吗？没有，你刚他刚闪出来。没有，走出来的时候他已经站在那里。中间。诶，那可能是我视角看不到。你换个地方。你怎么？你换地方。我刚在这边啊。哦。你被灯关掉。你换你看得到的地方。他是捡兵器的你的吗？对啊。他自己倒了。他第一个倒的。哦。 你有带？你穿什么装甲？那个幻月？我穿那个武器架。哦，好。二层二楼被开，二层二楼的一楼被开了。听得懂吗？不懂。你是说二楼有人走过的意思吗？ 就是你们在三栋嘛，二栋那边的一楼被开了，反正就是有人走嘛。对。
他是骑你的中间我。拿去穿，拿去穿。刷草。我的头是吧？我不在你那边，不是我。我知道是在那个你，反正你家二楼那边就是二楼跟旁边铁门，是在那个围墙侧面刷草。我刚才拉。你们可以跟我讲一下房号几号吗？有空的时候，谢谢。7P1C。好。刚采木头是我们吗？我采到。多一个贝塔兔包，哈士奇装丢了吗？在我身上。OK， 你先叫我拉个子弹。739，贝塔兔吗？我拿。嗯，你拿。好，我看。幻月，你的位置在哪边？我在那个看中庭。我看到了。我加近一点，因为这灯光挡住了。对啊，我刚刚被灯挡住。嗯。我就不过去了。OK。有人移动吗？我。好。我过铁轨了。好。去边上上车厅。有人？走上楼梯。十。应该是玩家 Scape。不是，是天行。不是。天行，输哦。你弄好跟我说。啊。拉一下 ，check 一下 ，A 打，那个，跑步，我，二楼有一些 scaff 尸体，嗯，看一下好了。好，队长不要蹲在这样。对，我们要撤了吧？差不多，打完一轮了。差不多，走吧。东西又拉一拉，拉好了。拉一下闪，打闪弹，我要接任务。你那个拉尸体真的不要这样蹲在大路中间。好，你要嘛就像这样子趴着，这样磨， okay. 不然让有人进来门一看你就死了。Kira 在一楼吗？嘿、hey. ，下啦，下。
的小网吧全部都是七人三九，凶哦！难怪哈士奇撑不住。那就好了，吃药了。我吃过，吃。哈士奇他都是七人三九，难怪你就这样。没错。那哈士奇滑索烂。谢谢赞美。好，你可以继续要说什么？不敢了。凶呢、欸？我上次对战那个九九五，昨天我无死啦。容易。我们走快通好了，卡丁。另外一个是谁？阿婷。哎、欸，我在狙击手这边。哦。哎、欸，就是瞭望台这边。你经过的时候，快通有开吗？我没有去那边，我直接走山上了。哦，好。刚刚枪声。哦，好枪声，很近，近哦。枪声都在里面啊，所以我都没走那边。有人有背镜之类的玩具吗？没有。不然我们尽快通里面看好了，最不好看。没有人开过。没有人。哦，干，没子弹了，干，里面还有一个，快拆拆掉它。靠北，看哪个方向？那个快刀，快刀，快刀里面，左边，God damn！我从围墙这一侧进去了，在房间里。看，你们死光了？剩我，剩我。我在接近了，我很远。